欸，我有两张火球术欸。好，没关系。他的攻击是2，我的生命是4。他只能打我一下。我的回合了。我们用他来打他。嘿嘿。你相当强。然后再用火球术打他。哦，再一次。完工了。向您致敬，长老。哎，马上就到我的回合了，没关系，拔出去。你看什么看？十全巨魔，你看什么看？哦，这个丢出去的话，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，我就给他抽一张卡。结束喽。哦。好，那这样就鳄鱼可以使唤。我们可以直接赢了，因为我们就你死了，你才是真正的大师。哦耶！本局继续，怎么说？狼骑士冲锋，3-1。哦，真是荣幸，博学行者。哎，这边看起来好厉害哦，是这样吗？在念。这好像大猩猩哦，我要跟这大猩猩 PK 了吗？哦，开始游戏。真的，对上穆克拉。穆克拉，穆克拉，大猩猩会玩牌啊？不了解卡布雷能力，把滑鼠移动在。哎，他怎么多一张牌？偷偷多一张牌？是穆克拉，趁他落单时解决他。嗨，他身边很接近我，我27，他26，哎，不太公平。愚人，我现在只有一点伤害，所以我只能召唤他。后来玩了。刻意都要先把这个四个边都点过一下。有人在里面睡觉，哎，变斑马皮了，超酷的。丢香蕉？猴子为什么对我丢香蕉？什么？赋予一个友方手下1+1+1攻击力，友方？哎，不会吧？能力有点特别。好吧，等等再说。狼骑士，我需要更多法力才能出这张牌。这个是指对方会攻击1+1+1吗？有点可怕。我先召唤山猪。哎，山猪可以直接攻击，好，因为它撞人嘛。没有，这个香蕉丢出去到底可以干嘛啊？算了，先留着再说。哦，我的山猪。这些疯猴子，不会吧？天啊，什么东西？他拿桶子丢我？你只会这招吗，穆克拉？酒桶？猩猩会讲话。狼骑士的攻击是冲锋。不要怕，等一下，我们先召唤他，然后再使用。哦，这是完工了，帮助我的，不是帮助他哦。我说友方可能是对面的人，原来不是，好吧？什么践踏 ？Oh no！ 哇！哦，他碎掉了。不愧是我的猴子、啊，我什么时候他了？这是刚才那一场他给的吧？有吗？太特别，太特别。香蕉。那如果我再拿一根香蕉给他呢？哦，他看起来就变得超强了，咻！哇，减4攻击力啊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好，我们召唤他，因为他还可以使用冲锋。尝尝我的刀剑！吃我的！完工了！哦，吃我的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拿什么武器。怎么？又来了？哎，什么？嘲讽？
哦，他好像杀死那个猩猩，好让我解决莫克拉。什么是嘲讽？死是指怎样？好吧，不太理解。现在要五颗，我可以用。哎，他生命蛮厚的。嗯，生命超厚的，好，没关系，用它。解决他。攻击力加一。那他现在五攻击力，我们用它来打他。后来就可以用它来打他。尝我的刀剑。吃我的。那个手下已经攻击过了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打这个打出去生命加二啊，先不要了。又来了。哦。不会吧？哦。啊，不会吧？天啊！好，没关系。好，没关系，我在烧你。好，你快去啦。我觉得这比刚刚那个还简单。我希望你喜欢我的发明。完工了。啊，我喜欢你的发明，因为你又让我抽一张卡了。他这次又拿什么？恢复八点生命值，什么东西呀？怎么有那种东西？不公平！太不公平了！哎，我也有一张卡片会嘲讽哎。敌人必须攻击这名手下。一直哦，我懂了。哦，如果你确定的话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意思就是说，他只能打一个人，那恢复两点生命值。我丢。有人叫医生吗？恢复两点生命值，我们恢复他。哎，他最高生命才二哦。好吧，好像不大有用。我们要把这个队行动。如果你确定的话。哦，我确定，我确定。我必须攻击那个有嘲讽的手下。天哪，怎么那么过分呢、啊？我还可以再用。我想想看，冲锋。准备上路，尝尝我的刀剑。哎，不行。哦，我这样打过去就是。尝尝我的刀剑。对，没错。好，我没了。你有听到什么吗？哦，我听到他快死掉了。天哪，好可怕！搞什么？什么？不公平！好大张哦，好强！而且只耗六点法力，怎么那么大张啊？太可怕了！我要再抽牌。我也要大张的卡片。我不要，我不要好多。哦天哪、啊，他生命是10哎、欸！嘲讽核爆术，好吧，我们先把这个丢出去。我为什么会有他呢？无敌！他太强了，先解决莫克拉吧。啊，糟糕！哦，如果你确定的话，完工了。不公平，超痛的，等一下，不愧是猩猩。我需要手下来嘲讽那只巨大的猩猩。太可怕了。哦，如果你确定的话，快。他听狗耶，完工了。哦，我什么都没了。太可怕了，天哪、啊！太可怕了，我也要那张大张的卡片，我不要了。如果三四五六可以直接扣掉六点生命。哦，如果你确定的话。哦，非常确定。准备行动，完工了。他们现在只能打这两个。哎，怎么可以直接丢我？我是无敌耶、欸！天啊，好可怕哦！胜利在望。火球术跟夜刀刺客对英雄造成三点伤害。好，打出去我们就赢了。被谁杀死？干！耶！我也要那只大猩猩。不公平，那太大了，我也要大的。什么？将一个手下变形为一只一比一的羊。哦，我得到一张新的卡片。我想以后还会再碰到莫克拉的。哦，来了，赫米特，耐心瓦里，他的名字好像到最后面越来越难念了。嗯，
哦，进去了，进去了，进去了。哦 ，Enter game。真的，对上，独一无二的赫米特耐心瓦里。哦，耐心瓦里。杀死他的手下，否则你会被他击败。哇哦，你还真是个漂亮的小妞啊！啊，你喜欢我的性感屁股吗？没有人跟赫米特这么说话。你拿到一张额外的卡片。先来。不过我可以多拿一张卡片。好，你会需要的。我有山猪。嗯，好。这让我想到当年猎杀虎王邦加拉西的事情。嗯，好。是狩猎野兽的时候啦。狂猎者在睡觉。我决定我要用一只冲锋。我需要更多法力才能出这张牌，所以我只能弄它，而且它还有冲锋的能力。意思我可以先打它，抵消它吧。正好拿来当战利品。四个敌方都给点上。哎，怎么还不变色？好吧，没有时间了。你大概习惯跟手下战斗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赫米特自己会打。猎杀冲击，造成一点伤害。我也有些底牌还没出的，矮人。这什么能力啊？哎，为什么我也有？火焰冲击造成你每回合可以使用一次能力。等一下，这是消耗两点魔法石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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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要先召唤。他现在没有手下嘛，所以我们先召唤这个好了。我需要更多法力才能出这张牌，而且我现在没有办法召唤，那我没有办法直接用它。完工了，呼，哈哈，猎枪，哦，好痛哦，是狩猎野兽的一点生命力，最佳目标。哦，下下下下，好，我现在有三张牌，所以我可以先出。我可以先出他，准备上路，然后用他扛长我的刀剑打他。完工了，他又要拿那个。你有读过我写的书《荆棘国的青山》吗？解决他。哎，他也有，不公平！我石牙山猪，我有好多卡片，我看看啊、我现在生命还 OK。我们召唤不够，不行，这个要四颗哎，这要四颗，剩一，我们先不要，换个人，准备行动，打他，然后用他，打他，我刚好取一条围巾，然后再用火烧他。OK 的，嘿嘿。也许我该回去写作。是是。你要什么？天啊！魔爆术。好，可以这个直接打到对方去。耶！现在也有三颗，我可以召唤这个。解决它。好，剩下攻击是二。我必须攻击那个有嘲讽的手下。可是好吧。完工了。我没有魔法师，我魔法了。在我大沼泽怪的面前战斗吧。什么？沼泽？沼泽如行者？解决那个东西。太可怕了吧！变形术，将一只变成羊。没关系。他们不会知道是被谁杀死。完工了。对，我们就是要看你打死他。没了，没了，真假的没了，好吧。打死丁狗，耶！哦，哇！我美丽的女孩，变形术，嘲讽。我们先开他。啊，他们都只剩一滴，然后找一只有，哦，好帅的魔法，看，
变成羊呢？他好了，完工了。啊，这不公平！超可爱的，解决他。你的其他手下拥有加一的攻击力。不要招惹长牙！不要招惹长牙！等等，这什么？哇哇哇哇！哇，等等，连续攻击是怎么回事？天啊，太可怕了！我现在这边卡片上没有什么卡片。嗯，先把操控丢出去，然后把它变成……不行，这样的话就不能用魔法了。我们用它来打。等一下，这是攻击多少？造成一点而已，所以把它解决掉。我还可以召唤他。哎呀，谢谢你送点心来给我。哦，造成什么？糟糕！嗷嗷！太过分了！他居然一次攻击这么多！我现在生命比他还低耶，没关系，把它变成绵羊。不对，应该是弄它才对。有没有搞错？然后把它打爆，然后再用魔法直接对它攻击，再斩击。哈哈，猎杀时间。